将无法正视那边的自己踪影。既然我现在还没变成回忆，但结局中间的美好全部凋零。他当初的出现在那条浓烈上，说的那些现在看来有点荒唐。保护他们只是一种来自上面的一项。看着玻璃对面的人，玻璃对面的人看我，我没事习惯想，我是一个残观者，这个绝对更好，是否会被生物厌恶？我想了解这些话，你是否愿意听？声音真的好大。
我带了我的肌肉就都到我耳机里了。什么、啊、那个男生大哥你说什么？好吧，我就当你夸我了，我也没听见，是吧？是夸的，褒义还是贬义啊？是夸的。OK， 谢谢你，你也很帅。OK， 然后希望今天有一个完美的一天，好吗？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注意安全，好不好？然后 OK， 那么接下来，老师你定吧，你说唱哪个就唱哪个。翻个腿，我就飞过的那场雨。
我们就下一首吧。Let's go。进到了城市里有点不太习惯，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见到大家，好吗？大哥笑起来吧，可以笑起来了。 OK 好吗？ OK 咱们下一首 Let's go。
不是，为什么哭啊？啊？别哭了，哥们儿。就是，哎，马上啊，何苦拿点纸吗？这样吧，我们最后再唱《猫》吧，既然，对吧？老二呢？什么？老二。老二。这一次没有赶上新专辑的，所以只有下一次跟大家见的时候，他们才会跟大家见面。很感谢啊，我先感谢一下吧，还是感谢 Killers 的老师们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所有团队，好吗？然后什么？哇，你好有礼貌啊！你怎么这么有礼貌？我们都很有礼貌。让我们感谢 Killers。谢谢。可以可以，都是有礼貌的。什么？教的？我教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不敢啊，我不敢啊！你们这么凶啊？你们这么凶，我怎么敢呢？反正我想想，这应该是演唱会结束之后的第一场演出啊。很让我想念演唱会的时候。然后也希望下一场尽快跟大家见面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明天，老六老七就出现了。对，就是我新专辑的最后两首歌，然后这张专辑就发完了。不出任何意外啊，不出任何意外，我不说死了，就是明天了，好吗？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张专辑，然后还有大家在乎的那个实体也在动了，然后应该很快会跟大家见面了。什么？应援棒是吧？快了！呀，你们那天不是看到了模型吗？对不对？什么？我觉得可能实体要先快一点。对，然后应援棒是后面那个，好吗 ？OK 吗？太过分了，谁说的？怎么了？实体确实这么讨人厌啊？太过分了！你太过分了！好吧，然后啊，我没有听见，我听不见了。这不是，是这样的，这不是咱们的专场啊。这种事情呢，就是有点太小孩了，我们不能在外面搞这种小孩的事情。我们还是回到演唱会干搞这种事情吧，好吧。然后接下来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，好吗？对，最后一首歌就是《猫》，不是所有猫都像你一样温柔。来吧。Thank you.
谢大家。然后我来合照吧。好，谢谢。真的 Encore， Encore 不是演唱会的环节吗？在这里 Encore， 在这里 Encore， 来，整理，哎，叫什么？整理他的仪容好吗？我笑起来 ，Let's go。辛苦大家，然后很开心在这里见到大家，然后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好吗？然后大家都要健康好吗？平安最重要。然后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表演，然后接下来也安全的看下一位老师的表演好吗？啊，谢谢大家。对，你们请一个，请一个，老李哥，我们请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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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可以可以。